就是去吃了个饭，我也没迟到啊。为什么跟麦克单独吃饭？你们关系很好吗？我没有单独跟他吃饭，还有包小静呢。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嗯，没有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。那你出去吧。嗯。对了，公司今年都没怎么团建过，晚上一块吃个饭吧。平时聚餐也是这样吗？平时吃饭真不这样，你们来是正确的，瞧给我们孩子都吓坏了。那你们该怎样就怎样啊，越热闹越好，就当我不存在。我去下洗手间。来来来来来，干杯干杯干杯。多吃点这个对皮肤好。嗯，这个好吃。其实不用勉强的，我可以送你回去啊。你怎么突然出来了？进去好好热闹啊。我老板都吃不下，我也坐不住吧。走，吃，我敞开了吃。程总，哎，周全，你怎么来了？程总说我是公司的法律顾问，要参加公司的团建。程总啊，这家餐厅选的好啊。再来一局，再来一局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哎，寻寻，快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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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寻寻选个大冒险吧。好，大冒险。大冒险。嗯。我看看。我写什么呀？选择你左右其中一名男生，深情对视十秒钟。快选，快选。程总，程总，程总。程总。程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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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是跟你对视十秒钟吧。这张牌去掉，都是同事多尴尬。立勋把这杯酒喝了，就算过了。真没劲，好了好了，去掉吧，听老板的。哎，不行啊，再来一局嘛。再来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局吧。那我们再来吧。老板，该你了。等等，选什么？这张牌还能再拿回来吗？不能。我选真心话吧。给。你喜欢的人在现场吗？四。哇！我怎么说，我们是不是都有机会成为老板娘？来来来来，大家喝一个，喝一个，来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这是你喜欢的那家店的蛋糕，草莓味的。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？登记表上你写的是身份证的生日，但是我看了周全的朋友圈，你每年过生日都是在这一天，都在那家餐厅过生日。你还看了周全的朋友圈？对啊，谁让你的朋友圈对我不可见呢？所以今天什么聚餐啊、团建都是假的，你就是想让大家陪我过个热闹的生日，所以周全也来了，对吗？
今年是你一个人过的第一个生日，我不想让你觉得跟过去有什么区别。如果有区别，那也是你的身边会有更多人爱你，陪着你。你的生活里必须有我，像什么跟别的男人出去吃饭，绝对不可以有。除了你，谁会去翻周全的朋友圈啊？别人更不会知道我的生日了，麦克也不会知道啊。如果他是今天第一个陪你过生日的人，我肯定会想开掉他。做我女朋友吧，我想光明正大的照顾你，爱你。我想在今天那个场合告诉所有人，我喜欢的人在场，他叫令寻寻。如果你今天还拒绝我，我会一直表白的，直到你答应我的那一天。Check the time, it's 6:30. Watch the sunset bit by bit. Think about what we could do. A dinner date with candles lit. There is something I must confess. Can't be sure you will accept. But babe, won't you come with me and we could live our best? Boy, your smile's just a mile away. And without you, I won't be okay. Till the end of our time.